你到底想要做啥？当然是无希望死得伤轻松，我爱你深深，接受所有折磨。 你若无想要死个是痛苦，你上好甲抗拳的。你到底是想要做啥？你莫后背来啦！过来，是要开啥啦？定规，外口都有三大树啊！你若唔开啊，我就甲你吊钢管，互你吊起来晒干。 你这个受不了查某，你真爱控制别人人生，什么人控制？感觉安怎？什么时阵控制别人的人生啊？你明明知影有些什么是无辜，你搁跳到桥去对付伊，伊个跑步仔，心脏都跳不开啊！伊是我这世间唯一亲人，你搁要跑来，不知啊？你真正想要跑？ 你够有信心跟我笑，是真早以前就开始呀。小可仔，你都看伊袂顺眼啊！我感觉哦，恁无法叫后母的阮啊。什么？你给我！大总，我找过伊的麻烦，想无我无办法原谅，是你不要去对付伊的。你即马无愿意听我。 你给我人生未来，希望我毁掉啊！你要死啊！唔肯认你啊！你袂毁掉人生啊！就算讲，伊唔肯叫你一声妈妈，你的生活感觉会过了真好。就差一寡小人，起码唔肯叫我一声妈妈，嘛唔肯认我，我的生活感觉过了真好。 我跟你们讲，是你给胖胖放假，你给我打架，阿公要美姑，是叫我跳出来。其实啊，天母做他这条小气，这条举动，你上应该感谢，上应该感激的人是我，因为啊，我给你的美姑啊，为植物人救我，让伊变成正常人，让伊有新鲜的新魂。啊，那无。 你的美姑个睫毛，唔是是一个植物人哦，都是互娃娃休息。你搁讲讲什么文情啊？你俩准美姑，那是你小雨才给他炸。后来你知影陈文瑶，但是小雨，迄当初就知影有新鲜的是美姑江西。你还故弄唔讲，好无我惊，见面无熟识，你真正够可恶。 甭猜哈，你真正是对我的。安娜，你有药害无？有药我加了，无够济，伊过伊也无必要甲动啊，凭啥物对我安尼？
都给你母家无安慰面去谈好。客气。你讲啥？阿兄，拜托的啊，替我头开。家己想办法啦。我来休息一下。罗家的祖先在上，子孙在先，今仔日娶到我失落在外面真侪年的后生罗文轩，回来认做贵重啊。因为之前我做唔到代志，才害着我的后生文轩，就来替我承担我的错误，在外面受苦。所以希望从今以后，恁会当较保庇，我刷落来的日子，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老界祖先在上。我是您的子孙罗文轩，我总算是找到回来厝的路啊，找到我的亲人。以后我会听爸爸、听阿姨的教示，袂做出败害罗家门户的代志。希望罗家的祖先会当保庇咱罗家兴旺、平安。一家人快快乐乐。兄啊，虽然我有讲过实话啊，啊，不过我是真心的欢喜，看你甲明姑爸仔囝在团圆。哎，兄弟，恭喜！从今以后，莫阁甲我回事嘞，吼！昨我已经讲过啊，阿兄弟也无小气，这边也毋是你哦。明姑即摆拢可能徛在门家，而且你是明姑的客妹呢，你我甲强勇大汉呢，啊！你的后生，我嘛是当作家己的后生，赶快来看待啊！啊！你讲起来吼，咱两家人就是一家人啦，你讲对无？就是有一挂人啦，无适合吼，讲点头回事嘞吼，回想这边啦，这叫做啥？这个不适合你的人设啊。我说你的意思是，我较适合甲人考试对啊。哇，兄弟，看啊，这就是恁某啦，伊讲是讲要甲我欺负呢。这我无法啦。我是安尼，惊好大条牛啦！我你讲啦，你那时候希望我能跟你笑笑，去找丽萍啦。啊，无因无故，你开始找丽萍，要创啥啦？哦，客伯，你那听起来有淡薄歹势啊。哦，敢讲你伫追求丽萍阿姨？囡仔人哦，有耳无嘴，点点唔那好奇。丁委官。你的名片真正足够的呢！昨日王本想洗面，佫洗无高兴，佫走来遮乱。罗文轩即摆已经做归宗啊，这就表示讲伊想落家一分子，你免小心要佮带走。美姑，妈毋是来拍歹你的心情的啦。妈总讲订一个煲汤，想要替你顾身体，但我囝真早就分开啊。我过去，干那摆泡牛奶给你啉，从来唔捌煮一顿给你吃，所以这条煲汤代表妈对你的心意，你一定要加减吃吃，好不？我从来拢无想要给你讨什么心意的，所以你真正免对我感觉有亏欠。其实我即马过了真好，真满足，因为我有亲人对我的爱。人都是你的出现，对我来讲是一种负担。毕竟你跟我的情人想法拢是无同的。你若是无得真心接受伊，真心悔改，就请你卖过来交流我的生活。
美国，妈不是要你做石磨心，啊，不过妈心内有家己也未过坎，我过了再行动呢，无多好，咱母仔周转，害咱母仔分开，命运嘛替伊改变，伊管我缘分敢唔甘愿，唔是坏消息，就会当消息嘞。妈安尼讲，你敢会当体谅我的心情？丁委员，什么人的心内无迄落袂得过的坎？当年你选择要嫁入我的家庭，才会造成今仔日的悲剧。结果呢？自头至尾，你拢唔捌反省过。我阿个在兴，也个咪姑，我已经拢选择要放下过去，好好过日子啊。结果你嘞？你安尼一直来乱，你是甚么打算不要咪姑好日子过？嗯？我当然嘛希望伊好。那恁你都卖讲伊难意，咱过去的恩怨，这么多年来，讲实在，我一直在反省，我嘛要徛在你的立场思考过这件代志。我当初也想过，假使你那样话嘞，我愿意跟你和解。结果呢，今仔日我的愿望已经完成了，也不过你。愈行愈偏，你安尼叫人是要安怎原谅你啦？无唔对啊！当初你为着要暗藏家己，甚至企图伤害、伤害你、伤尊存你的正月，后来因为意外，牵连到无辜的罗文轩。你起码有啥物资格、有啥物面，叫罗文轩跟阮罗家切断关系啊？对，我捌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对过去。有受大的无安全感，所以我才会遐尼啊惊，搁回去做个好命运创治的指挥官。啊！不过你保护家己的时阵，已经毁掉金玉对你的一切唔忘，那毁掉米姑对这妈妈，无存偌济期待。今仔日是米姑啊，倒来罗家正式领做归宗，做罗文轩的好日子，你着较好心的啦。唔能够凌迟啊！赶紧出去啦！美国，你拢还袂领着，妈哪会你走啦？来，妈炖的雪白鲈鱼汤，你一下，你就会当感受妈对你的用心吗？我可讲一届。你若是对我深人心内搁有怨恨，就请你莫过来搅扰我的生活。阿美姑，你一嘴好不？因为我有一人保护我的亲人，你的存在对因来讲就是一种危机。所以我是不可能让你有机会来伤害因的，请你离开。妈，敢不是你的亲人？妈，敢不是你的责任？歹势，我袂甲你相认。美姑，王子，请你离开。